都扮諗大家猜贏咗之後。WIT in 3, 2, 1 beatbox。
WIT 的古典和中间的要分得很清楚，即你中间的 combo clean 不 clean 这个就是时间了，但是你的 combo 不是渣的，是真的古典，所以很难 enjoy 到咯。跟住 CCH 你是很明显地踢这劲过你的 musicality 的，所以我建议你玩即是踢这好一点，好像真的是啦，但是整体都劲，但是都是同样的问题，古典是啦，即是个重拍不够重，搞到啲嘢好 blend， 咁但係你啲聲又反而 clean 過 WIT， 咁所以 WIT 練 clean 啦，咁你就 keep on going， 同埋大家留意翻拍子啊，完。做咩啊？有冇嘢補充 ？OK 啊，我補充啊。好。我覺得 WIT 咧，其實佢係有啲嘢攣咗咯，攣咗少少咯。B Boss 嗰時，同埋我覺得兩 round 有啲 flow 有啲似，所以就係咯，就我就投咗俾佢咯。跟住同埋因為佢啲 technique 真係幾勁，跟住然後我覺得 musicality 其實都唔錯咯，我覺得。同埋你有啲個人特色嗰啲咯，係啊 ，WIT 都有個人特色嘅，我覺得係啊，你兩個都有自己特色，所以幾好。冇嘢要補充啦，係執行。可以下次俾邊個講先？下次不如俾我講先。好好好。OK， 係不如俾佢講。Semi final，Semi final， 哇！加油打 Panda， 加油！耶！嚟早睇。